我觉得是充满创新，年轻很有活力，很贴近自己的生活。我当时在睡觉，睡觉，就突然看一下讯息有什么，我就看到有一个信入选通知，然后说，好嘞，其实我是一个得失心非常重的人，但是我得到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不要太在乎我得到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在行事历也有 key， 我是 key 说非物请努力。这一季号人，如果你没有收到消息，你就是要继续加油，因为通知比预想中的还要来得早。然后说，好，那就先继续睡。日本的女演员，她叫做安藤樱，她并不是一般人。大众会觉得看哇，真是个美女的那种类型，可是你越看越觉得她的美是很耐人寻味，而且充满了底蕴。她不管演什么角色，我觉得都有那个角色的魅力。太阳双子，月亮水瓶，上升天秤。因为我这三个主要星座，我全部都是风象，我整个人就是定不下来。喜欢化妆还是喜欢素颜？没有工作的时候是素颜。都市还是大自然？大自然里面的都市。面包跟爱情。面包，好想吃面包。喜欢搭捷运还是搭公车？公车，我是很坚定的公车派。你不觉得转车那个上下雨，尤其是南京复兴，真是令人神奇的一个站。夏威夷披萨的凤梨跟香菜。香菜，凤梨可以吃新鲜的。榴莲还是肉桂？肉桂。那榴莲我也喜欢。那你吃沙爷的时候，你会把酱跟饭混在一起，还是你会分开一口？分开，绝对要分开。那陆家喜欢一个人看电影，还是喜欢揪朋友一起看？一个人看。那你喜欢先订票还是直接现场去买？现场，因为少手续费。你看电影前都会优先考虑卡斯或是剧情？剧情，我没有在看卡斯的。得女配角奖，还是要入围影后？得奖吧，不管是主角或是配角，它都是一样重要的、完完全全都是我自己取的。我想要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或者是日文，我希望它念起来都是差不多的，然后又是日文的音可以很简单很清楚的发出来。就想到了露夏，还有 Lucia 或者是 Lucia， 其实这名字跟我蛮有关系，因为我是在六月的夏天出生的。我觉得两件事都很难，你花了多久时间入戏，你就要花多久时间抽离，所以它是有点一体两面的东西。疯狂麦斯愤怒到，因为我觉得他用一个很华丽，然后咻咻咻蹦蹦蹦这种看似很阳刚的东西，但其实他讲了一些蛮细腻的东西。那那些细腻是，如果你没有仔细去感受的话，你也不会去察觉到。打他！Round two， 五秒钟之内学三种动物叫：汪汪、喵喵、咩咩。这个好玩哦，用台语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露夏啦，你好你好，吃饱没？